是吧？我是你不是生病然后没钱。感冒了。好烫啊！要不我来个眼镜吧，来。太倒霉了，要不来个眼镜遮遮。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很好啊，你想戴眼镜。这是我开场戏啊，哦，出场戏。这待会儿要喷的啊！好了，拍了。那小俊啊，我找我看对不是。你干嘛？脑瓜子嗡嗡的。我好像进循环了。要发财了，大爷们！香香。